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神，今天我们要来上 Raft 木筏生存。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谦。今天我们跟阿谦两个人，再加上一只鸡，还有一只羚羊，越来越多只。我们今天呢，要在木筏上面度过我们的第17天。嘿，上一集嘞，我们报仇雪恨，把在天上飞的那只大鸡鸡给射了下来哦。一扫之前的阴霾哦，射了大概二三十只箭矢跑不掉这个样子。你不要看它在天上飞小小一只，它射下来还蛮大一只的，大概有整整两个阿谦这么长，这样子是多长？200公分，350，200公分这个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扬起我们的船帆，朝向故事中的乌托邦前进哦。不知道乌托邦到底在哪里？听他们说是要往南方走这个样子啊。那么在今天开始之前，如果大家喜欢 Raft 木筏生存这个系列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那有一个小小的任务，我想问问看爸爸。大家可以帮我做一个小小的决定这个样子，大家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对，有点大大的喜欢才可以帮我做决定这个样子。那你如果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咧，你可以帮我决定说我们要来建造我们的一楼的大农园，还是二楼的新的空间这个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养动物的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小，对不对？而且动物随时有跑出来的那种可能性，所以咧，我就在想说我们到底是要先把我们家的一楼的农园这个地方变大一点点，还是二楼我们住的地方变大一点点。今天呢，如果你有点大大的喜欢的话，留在底下的留言区参与投票好不好？我看哪一个点赞的最多，我就去做那一个，好不好？好，那我现在把这个笨鸟头，这个奸笑者的头先拔起来好了，我想把它给挂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地方。这个鸟头啊，代表着我们的那个风向嘛，对不对？对，你把它摆得好整齐哦。开什么玩笑？我又不是你，你知道你这中间还不能放这中间有一张是放不进去的。它本来就不能够放，好不好？它这中间，我当初放了什么？你跟我回去翻个五六七八九集，你回去看我那时候它就是没有办法放这个样子。好啦，我是不行放。我这边有两颗蛋，我先塞进去这个样子，然后嘞，我来把我们的这个鸟头放上。这个鸟头不能够放上去，它可能要更大一点点才有办法放。好，你先帮我煮一点食物吃，然后我们上一集挂掉之后，我身上的东西也都差不多拿回来了啦，这个样子。所以我先喝一点点水，然后帮你用一些些。大家都在想说，阿舍，你为什么还不扬帆开始出发前往下一个地方嘞？是因为嘞，这座岛上搞不好，好不好？搞不好还有其他河豚，所以我们想先把其他河豚给抓起来。那我先起个锚，我们往另外一侧前进好了，好不好？我们往另外一侧前进。好，我们之前是停在这个地方，一直遭受那个笨笨鸟鸟的攻击嘛，对不对？所以，你的另外一个锚也给它用下去了，是不是？没有啊，为什么它没有在动？没有，只用一边，因为你是不是卡到墙了？我卡到阴了，这边了。我们先稍微出来一点点，这样它就开始动起来了。好，我们绕着这座岛前进好了。然后我肚子真的有一点点，这边有一些红浆果，红浆果可不可以入菜啊？可以吗？可以，请你放进来。好，或者是给我。你用请你用请对啊，我这么有礼貌。真的呢，今天是有礼貌有礼貌运动，是不是？我这边还有那个新的食谱给你，好不好？你最喜欢的。新的吗？来，这个叫三文鱼沙拉，应该就是那个鲑鱼沙拉。鲑鱼沙拉感觉超好吃的，三文鱼沙拉，美嘿嘿，我们奇怪船怎么好像没在动？对啊，但是又卡到音哦，过去一点好了，好像是搁浅了，我们的船太深，我船太 deep 了，有出来了，有，你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那个吗？就是做点食物，我要巴豆摇摇西奇啊，过来这边。好了，来了，你都不会把餐点送过来哦，帮你拿一点水过来了。你给我你的空瓶子。我明明就有水，我水还比你的多。Shut up！ 你什么都不懂，哪有瞎忙？我觉得我们搁浅了没有啊，有在移动啊。真的吗？有在移动是不是啊？我觉得我们只是往外面飘，但是我们没有往我想要让它去的那个方向奇怪哦，风如果是吹这样我们逆风啦，难怪我永远看不懂那个风向仪啦，我真的是白痴了，不会开转，都开了十几天了。睡觉了，晚上了，晚安，要不要浇点水啊？顺便进来浇点水好了。水生植物，我们的羊呢？在那里，吓我一大跳。羊可以那个嘞，可以挤奶，对，先睡觉，
起来，我直接用我的嘴巴挤。你那个是吸，不是挤。哦，好。我们睡了一觉之后飘到另外一侧，我再往前飘一点点再下锚好了。好，我这边还有很多很多蛋，蛋真的不能够，我可以今天可以先煮个荷包。哎，蛋不能够直接煮哦，什么声音？我把东西拆了，这两个东西会让我放到木板，我把这两个东西拆起来，用不到了。我们的木哦，真的哦，你就这样子把它给直接拆掉。那我们要不要再放一个烤肉架嘞？还是再放什么？你觉得呢？你觉得这边要放什么东西？不要了，我们没有木板了，先别放了。对对对对对，我们的木板好像还蛮缺少的哈，对不对？好，那个是什么声音？那个多利，哎，多利，好，我省一点木板，好不好？我先用那个 baby 外乡人的修复法。哎，baby 刀我掉到水里了，等我一下。baby 刀，你帮我控一下船好不好？帮我控一下船。哎，要开去哪？另外一侧是不是？就是差不多多了啦，我们先定在这里好了，好不好？定在这里，不会有笨秃鹰了吧？再往前，你们可以再往前一点啊，刚好另外一半边，再往前一些，没问题。那我们再往前一些些吧，然后吃一点马鲛鱼，它叫马鲛鱼吗？对，随便乱点我给你的马鲛鱼、啊、真的是马鲛鱼哦。好，那水这边喝一点，还有需要水生植物的吗？哎，它好缺水哦，这个东西好需要水呢。所以你要照三餐帮它加水啊？真的呢，真的呢。好，那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不是有拿到这个方向盘跟引擎吗？但我们都没有做出来，对不对？因为我们上一集为了报仇花了我们大半的时间，所以今天我们来，你下个锚好了，你下个锚。然后还没到呢，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不用到那么远啊，这边搞不好也有河豚啊，不要就是完全到180度的地方了。好，我来看看哦，我们这边需要绳子，绳子有了，电路板我之前有做一个，是不是？是会干嘛？OK， 好，多利下锚了吗？多利哦，还没它需要20个木板呢、欸，有一点多，有一点多哎、欸，办不到。对，我是觉得有点办不太到哎、欸。好，也许这个东西需要等我们开始航海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办得到，好不好？那好，不要急，我们做事不要急，一步一步慢慢来。想必我们可以完成我们的任务的。好，我先下水一趟，好不好？我先下水一趟，好吗？好哎、欸，下水看一下，来看一下下海了，下海来看一下海底下有没有。我们要找的河豚，我看看哦。你没有帮我，我没有帮你吗？我在努力煮饭呢。我要帮你什么？ Okay. 帮我那个天上在飞。我现在看到那个海鸥的影子，就觉得非常畏惧，你知道吗？为什么？哦，我看到这边有一只河豚，那你可以帮我处理一下多利的问题吗？多利的问题怎么处理？就是我也只能做那个，要等我一下、哦。就是那个，好好好。上次用完的，我要的就是那个。你确定你要的是这个吗？多利又来，我只是想吸引那个河豚过来，我可不可以在岸上直接射烂它？好，我这个头真的是蛮难看的啦。好，再试一次看看。蛮难看的头。哦，不行，多利一直往我这个地方过来，你那个东西要多久才会做好？要先钓鱼。好，那你钓得到这个品种的鱼？老兄，你先钓个鱼，我先去上岸伐个木，好不好？我上岸伐个木，好吗？好，没那么好做啊，他要还要。有规定品种才能做那个哦、OK 好，这边有个木板，我拿两个那个，我去做一个全新的金属斧头好了。你身上有毛吗？你有毛吗？毛，对，毛就是那个可以嘟人的那个 毛、哦、那個毛，对，有。好，那个船上那个要交给你保护了，我先去旁边砍个那个好不好？砍个那个东东，对，砍个树这个样子。家里也有一棵树可以砍。好的，那都交给我好不好？都交给我，东西扔进去。家里的树我先伐一伐，反正要等你，那个嘛，等你慢慢的。哦，你已经好了。等一下，可是我快死了。等一下。好，你需要什么东西？我要水。来，我再走了。不要，给你。哦，给我空的。哦，好像 carry 呢。今天的我是好好先生，跟你讲，今天是有礼貌运动没？对吧？有礼貌运动吗？好，金属这可以叠在它在一起。好，你把我丢了之后告诉我，我就可以下岸了。好，等我一下。哎，好的。为什么我不能做了？哎呦喂，什么叫为什么不能做了？我的鱼不见了、啊。不是我的有礼貌运动慢慢消失喽。来了。OK， 来了啦。你在哪里？没事，丢，随便丢了，引他过去丢就对了。丢了，我丢了，你就说他不过来，为什么他不过来？没有，那是我因为我太早下去了，我现在看得到，好不好？我现在眼睛睁大大。把就金猴一金，我讲金猴一金，好来给它亮给它亮，
这边有一击，先瞄准射击，瞄准射击，瞄准咬了，射击，瞄准射击，是我死了吗？他刚刚差点爆哎、欸，他刚差点爆掉，他在咬，他狂咬哎、欸，多利好凶哦，狂咬，有了，你可以干他了，你可以干他了，好了吗？确定了，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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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啊死了，啊赞哎。啊，死了！哎，鲨鱼肉可以做料理。好，那等等等等，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取它的肉，我再看看这附近还有没有那个，好不好？好。哦，板条箱，我拿到蘑菇煎蛋，我们已经会蘑菇煎蛋了嘛，对不对？蘑菇煎蛋，对，有，我们会蘑菇煎蛋。好，是这个样子的。我先把这个蘑菇煎蛋丢掉，然后我再去绕个一小圈看一下还有没有河豚，然后我们快速的搜完这片岛之后我们就出发，我们就航行，好不好？推一点点进度，推一点点进度。我今天想把那个做出来啦，我想把那个黑雷给我做啥马达，对，马达，马达的台语怎么讲啊？好像很日式，不是马达啦，好像类似之类的东西，但我记得很可爱。欸、好，你把肉采起来好了，然后你船就绕一圈吧，好不好？我这边好像没看到河豚了，可能如果我要采肉了，好，你就绕着，你就顺着那个船一路下来，你就顺着那个船一路下来，应该就可以追得到我了，这个样子。好，对，好，这个蛙鞋怎么坏得这么快啊？明明才拨个没两三下，它就好像整个要给我断掉这个样子。哎、欸，蛙鞋，喵！哎、欸，好久没听到，好久没听到那个了 ，Yaki 了。你确定吗？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它会叫一整天哦。开始来了，我这边有一个小凹槽的水下洞穴可以上来哎。我来了，我来了。等一下，我，好好好，它开始喵一整天了 ，Yaki。说吧，谁叫你要乱说话？对不起啦 ，Yaki。对，好，我挖一点淤泥起来好了，挖一点淤泥。这个污泥啊，可以让我们做那个农田，所以我们其实蛮需要这个东西的。污泥，污泥，我现在在岸上。对，所以我上岸了。对，然后我这边还采了一些蘑菇，你不是很需要蘑菇吗？看到一个屋子，哎，小屋子。好，那我们现在分开来行动好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好不好？就不要你我所谓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是叫你就是航离开我这个地方，我会崩溃。我已经上船准备要出发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把这个小洞窟探索完了。哦，这个洞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那个野猪洞窟的那个地方啦。啊，哦、这个地方大家还记得吗？我在这个地方被野猪撞翻。好，撞飞、哦，对，整个撞的烂掉，好不好？我、欸、看到你了啦！哦，你看到我啦、啊？你怎么知道我在哪、啊？我现在又回到那个水帘洞里。刚刚洞里面。对对对对 对、啊，你怎么知道？啊，我有眼睛啊，我当然看得到。哦、你在讲什么、啊？不是啊，我就上岸了。哦，我现在又回到水里面，你不是要驾船吗？我没有，我下船了。哦，我叫你驾船。好，没关系，我驾船。我听成说你时间好，你弄一弄，你就可以下船了。我想说驾船，驾驾。OK， 来不及了，我已经上山了。好好好好好，那你就在附近看有什么东西，你就采点什么东西。反正我这边也是看到什么，我就采什么，好不好？好，好啊、那零件我们应该都还蛮多的。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采新台币。是吧，是蛮缺的、除了新台币之外，我们这边最缺的就是河豚美金。哇，你这是一个视钱如什么，如粪土啊，不是粪土啦，视钱如生命的家伙。好，我这边好像没看到那个了。你问我最缺什么，我只是如实回答，我没有对啦。哎、欸、我的海带鞋坏了，海带的鞋子。每次讲到海带一定要发出这个声音，好不好？好烦啊！好了，我这边好像没有看到河豚的。哎、欸，其实我们很缺那个红浆果啦。红浆果为什么会缺？红浆果可不可以种？可以做料理啊！哦、oh, ，你在我这个系列已经变成料理狂魔嘞、欸。对啊，我就是要采这些东西我才下海的啊！超级料理狂魔、欸，我才上岸。好了，我们那个差不多要出发了。我是没看到、欸。所以我们现在不缺什么碎片啦、啊，不缺什么奇怪的东西，貌似不缺了，貌似不缺了。而且这个岛上的动物是不是都没了、啊？好像没看到动物了，吼，对不对？被我们杀光了，我们才抓个几只动物而已，就被杀光了。就说人类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动物吧，你们要相信我，这是脆弱啊，动物。哎、欸，这边还有一只那个、欸、
短一短呀、啊，短一短哎、欸，哎、欸，我看到你嘞，嘿嘿，嗨。我们要那个吗？把他抓回家吗？我们其实还欠爸爸们一个那个。好，我们走。我们其实还欠爸爸们一个名字交代。对，也算是一个交代啦，一个蹦蹦跳跳跟短一短一嘛，对不对？现在家里已经有蹦蹦跟短一短了，我们缺跳跳，对不对？对，我们缺一只跳跳。哎，新的那个多利又出现了，多利，麦阿内，他又在咬那个饵了。哦，你上船了吗？对，我上船了，我们出发吧。哎、欸，那个船在哪里？船在你刚刚那个地方。船在你刚刚那个地方。我走失了。好，我等你上船，好不好？就不要急，这个慢慢来。我没有在赶你哦。嗯，我没有在赶你哦。我知道啊，你没有在赶我啊，你当然不会赶我啦。我真的没有在赶你哦。安吉要上船啊啊！哎、欸，你有一桶牛奶？哎、欸，等一下哦，还在咬东西。因为你在咬我们的东西嘞，不是咬我们的东西就好了。混血了！哎呦，你跟我一起哎！哎，好了，哎，你把牛奶，你捞牛奶了？我捞牛奶啊，我挤奶啊，我也要挤，来吃，你也要挤啊？等一下，对，我也要挤，你现在挤啊！快点，来了，这个是什么？哦，你每次都做好丰盛的东西，告诉我这是什么？鸡腿配果酱。没错，鸡腿配果酱。哎、欸，真的是鸡腿配果酱哎、欸！干杯！哎、欸，笑 ，Yes，Cheers， 好吃！鸡腿配果酱，真的是鸡腿配驾照。OK， 好，嗯，这里的东西有什么东西？这个银珊瑚给你啦。好，那我们差不多可以出发。画画，很久没有你的那个戏份之后，你就开始闹起来了，对不对？哎、欸，我们可以直接生喝牛奶吗？不行吧？哎、欸，为什么不行啊？想要做一个能够种植红浆果的、欸，还是红浆果是不能种的？会不会是根本就不能够种啊？会不会、啊？好可惜，那红浆果超级缺、欸，它在料理界应该算是稀有。哎、欸，我们家的羊以为自己是那个，以为自己是莎莎，他刚刚把自己的头套进去，好笑。好，我们出发了，起航了，出发，起航，起锚啊！你起锚，我去看那个，我们现在人在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这边是有大的，哎、欸，我们要调那个坐标，对，我们那时候看那个坐标位置在，瞧看哈 ，Boba 0820，等一下那是什么声音？画画，0820第二只嘞，好，0820对吧？0820，零北幺啊。0820，所以我们要先打开这个，先开这个，然后这个太久没用了，0088，然后下一页20，下一页零，有了，下一个坐标点在左上角，在左上角处，所以我们要去左上角2000公尺，其实蛮远的呢。所以如果我们要过去的话，应该是这个样子。好，风向正确，我们出发了，航行。睡觉。哎，真的是很没有默契。好啦，睡觉了，放在你身上。咻！好，我们今天呢要来加固我们的。把搬走，我们家真的好小，虽然这样子很有感情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太过小了哈。好，我们这边又被啃了，你知道吗？好，哪里有啃我们的？就是我们这边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就是这个东西可以加固吗？我看一下哦。我瞧，我们这个地方收集网一直狂被啃呢、欸，就是、哇，邓肯呢、欸？好，邓肯、这个、对，哎、欸，我们的这些东西够了，其实我们可以做那个喽。哦，我们可以做那个喽。哦。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只是想要先叫就对。好，我们可以做那个咯。哦，那个咯。哦，引擎，它多大？哇，超大哎、欸！等一下，隆隆隆隆隆，引擎发动，引擎发动。哎、欸，这超巨，巨到我不知道该怎么施工。我看，我的大小吧，这样。剪好，那一定，那肯定没有多，这脑很大，这个大概，好，超巨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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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兜里，OK， 好，
我们之后这边可能要稍微那个改建，再把它往外拓一点点。然后那个、这个还你，这个还你。等一下，你先带着。我那个需要那个叫做什么、啊？你的建筑锤上一次挂掉之后，我的建筑锤就不见了，这样子。好，做一把，做一把。对，有了，有建筑锤了。可是我们现在很缺木板。好，我们这个地方要来改建一下下，所以先看一下这个引擎是要放在哪里哦。它感觉像是有一面要靠海，如果靠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会出去蛮不方便。靠左右的话嘞，还没啦。靠左右的话会不会更不方便？你帮我多捞一点木头好不好？木头。让我瞧瞧，哇、哦，这里可以放哎、欸，好、哦，这里可以放两个超巨型涡轮哎、欸，好，我们在放巨型涡轮，对，我们在放这两个超巨型涡轮之前，我看看啊、哦，对，是不是要先确认一下下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船就要这么长而已了吗？还是要在？哎呦，这边有一个木板快要爆裂了，你要小心一点哎、欸，你不要乱放哎、欸，对我在研究哦，我在研究哦，好不好？这边两格，这边两格，所以它占几格啊？它占三格，它会占到旁边的这一格，这样其实没有很好看。我先把这个锯掉好了，好不好？我们之后这边应该也是要扩建出去。对，我需要木头。等一下，都还没有到垃圾区，等一下啦。好，那这个也锯掉，这个也锯掉。之后中了，这个也用。好，那之后我们这个地方加个三角形吗？还是这边要扩出去啦？这个之后你都可以，哦，你好拼哦！这边我们之后都可以慢慢想，你想讲什么啦？我要说的是三角形是 triangle。好啦，谢谢你哦。好，我们这边加固一下好了，加固需要铁跟钉子。我这边先多烧一点点铁，烧铁需要木头，我们真的好缺木头。OK， 哪一个啦？右边的吗？我放右边的了。我们没有铁嘞。哎呦喂啊！哎呦喂啊！铁不够嘞。哦，道歉。哎、欸，我们的支线都没有，我们真的都没有下去啊！对不起，哎、欸，好多东西啊，好多资源，快点去捞资源，快点去捞资源。好了，哇，他这样疯了，对不起。是的，老板，下贱，所以才在这边捞垃圾。哎呀，就叫你以前不好好读书哈，对不对？不好好读书，以后找工作的时候不要找这种在海边捞垃圾的。哎呦，鲨鱼会惊的哦，会惊就好啦吼。那么生气干嘛？好，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先给你、啊、超多，你给我，你给我。哎、欸，鸡鸡交易，鸡鸡刚刚被那个欺负了。好，捡到厚木板14片，你超棒，好不好？我超棒，黑什么呀？我是 A。你 read my name。Hasenberg。Hamburger。Hamburger。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想做一个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子还可以有办法放吗？瞧一下，可以啊，看一下，可以。好，等一下，我想先做一个出来。我在讲说，那个我们的船舰这边只是船头而已。之后呢，我们会这样子往后延伸。我想把它做成像铁达尼号一样，这样往后延伸。啊，之后放牧区可能在后面啊，这边是我们现在主要一区这样子。对，这样子整个雏形出来了哈。这个伟大的计划大概需要53片，53万片。53万片那个木板，欸、老板辞职，老板没有要辞职，老板我要辞职，那个主持不正确，老板，你家的员工要辞职 ，OK， 好，这样子可以，说好哎、欸，他说好，大家听到不是啦，不是，我是说这样子可以，可是我目前想要这样子，好，这个要用掉，我想留一条通道，让我们好操作，至少让我们可以在这边走路。水仙老板，我也想留一条通道，就是我退休之路。不行，好，这样子这边放一台，然后之后这边再放另外一台，总共放两台，看起来比较霸气，有没有？木头要两台？为什么要两台？你什么东西都要两个、哦？没有啦，就是看那个。好，我这个先捡起来，然后我用那个客家人修复法，好，弄起来之后，哦、什么东西都要两个、啊？老婆啊。之类的啊，都两个、啊哦，就超赞了、啊。清楚了，好，这边再延伸过。哎、欸，兜里卖啦，木头已经很缺了。OK， 好，自己来交易啊，自己来交易啊。好，来了，我先修复它一下好了。有，这边交易的地方。哦，你好给哦，22个，哇，宇宙最给阿谦，好不好？
给什么？就给力啊！你说是给力啊？对啊。那要付钱了吗，老板？那个老板，最近一条没钱，最近透支，等那个老板一段时间啊。等老板交到30个女朋友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木板用完了，老板还需要更多。好啊，没关系。我去水里捡，我捡了两片，被咬了一口。哎，他们又咬到我，训咖了。哎呦，想咬我哈？下辈子吧。好，我这边喝点水，然后把一些工具啊，通都塞进去啊。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然后剩下的去浇点水哦。哎咻，喵，这边关起来，之后这边装满海水。我们这边一个海水那个放置器，哎，我们上一集的时候，其实我有看到一个浇水器，哎，这感觉蛮好用。洒水器啊？对，洒水器。也有宝宝们在底下留言说，阿珍你可以做洒水器啊，但是洒水器貌似需要比较大的空间，就是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可能暂时没有办法有那么大的空间了。啊，我正要问你说，我们的船不都是空间，整个海都是我们的空间啊？还没有，还没有。盖得够大，我们连航都不用航了，对不对？好啦，我再弄了，你现在直接跪老板是不是？好了，没有，好了，一台了，我放下去了。阿姐，你要过来看吗？你要过来看吗？看什么？看什么？那个啊，马达，马达，今天是家是跪台了吗？没有，在这里，我放了。三二一，放置。哇哦，哦，好大台哦，好大台哦，快开20根木头，还可以启动引擎哎。对，我试试看哦，启动引擎。没有用，改变方向没有用哦，他需要放后木板。OK， 好，我放了后木板了。啊，我现在开启。你放的不是后木板。哦哦、对，他动了，他动了，而且他动了。可是感觉 KK 的。可是你，啊，我看他感觉 KK 的，这样对吗？应该对啦。我们有速度有变快吗？我看一下哦。我们这样方向对吗？是不是它转的方向跟那个方向是有差的啊？有不一样的哦。所以它现在水往这边捞过去的话，代表我们现在在朝那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的风想朝……我晕到想吐了。我先把那个关起来。阿杰，你帮我拿一点食物来，我要不行了。你要晕倒啦？对，应该是要转个方向，这样才对。现在换我可以篡位了吗，老板？还不行，你要先给我食物吃。老板吃不会？这不是鼠肉吗？对啊，好，你已经吃老鼠肉吃好几天了，你现在才发现吗？所以这个引擎应该是四个方向都要有的哈，对不对？我们需要四台引擎啊，千。你笑什么？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谢谢大家今天以来的支持。这几天呢？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懂这个引擎那个方向，等一下啦。这引擎这个方向到底指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呢？我不知道，我先关起来。什么叫做血汗劳工？我觉得船没有在很快速的前进，我不太确定这样对不对。我们就你就研究啊，又没关系。对，好，我先把多的是。对了对了，反正物资多的是，反正物资会自己生出来嘛，对不对？好，那我就慢慢研究。好来，哇，有一个可靠的船员在这个船上，我真是很幸福。好。有礼貌日啊，阿谦。累了就睡嘛，饿了就吃嘛，对不对？这个国际有礼貌日啊，没错啊，肯定的。哎，我们这边缺那个了，我们这边缺那个，这边有个岛哎，可是我们现在在我也缺啊，怎么没有人问我缺不缺？我缺一点爱啊。这个好，那个西瓜这边好了，你要不要吃？给你点爱。不用啊，不用啊，我的料理箱很多啊。哎，这个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先过来，你做个碗，拿个泥土做个碗过来。拿泥土做个碗过来，等一下哦。对，拿泥土做个碗过来，拿黏土做个碗过来，拿黏土做个碗过来。记得捡交易的地方啊。好，记得捡交易的地方，捡到了，好多、啊。对 ，OK， 捡了、啊、又有新，哎，我真的是好幸福啊！鲨鱼晚宴，先拿起来，我先捞起来，我先捞，它可以三碗哎，来给你。哦，这么多、哦我放箱子里，放箱子里。那个声音，等一下，等一下，那个声音是不妙的声音。傻傻，你不要这样！差一点，差一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修复一下，我修复一下，剩5%。好，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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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放箱子里。刚刚那个，幸好我还没有先把东西放进去。这边，
哦，足够喂饱三个人，你可以一个人吃得完吗？三餐呢、欸？哦，前面有一座，前面有一座蛮不错的小岛屿，我们需要上去采一点那个矿物了。对，我们需要上岸采一点矿物了。好，那这个地方我们要做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布布的方向盘的话，我们需要一些金属锭，需要上去才有办法。然后金属锭要怎么做啊？金属锭吗？金属锭、啊、需要铁，它需要铁才有办法把它给做出来。所以为什么这边有爆炸性粉？是我身上。我先做、奇怪，为什么多一个爆炸性粉末？这个地方嘞，投资网做出来，然后塞进去。奇怪，皮包怎么多三千块？没有呢。我也想要多三千块啊，但是没有啊。好，不要幻想了。我也想要多三千块，但是没有法度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做个洒水器试试看啦，好不好？反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干嘛，齁，对不对？好，那就来做个洒水器玩玩呗，好不好？洒水器，洒水器，刚刚是在农园那个地方找到了。洒水器在这里，它需要碎片加电路板。电路板是要什么东西啊？看看哦，电路板它需要铜锭加葡萄粘性物，铜锭、葡萄粘性物。铜锭，我们又没有铜嘞、欸。哎，我们的矿物好缺哦、喔。好，我们现在缺铜缺铁，没有没有，现在是连原矿都没有，缺铜缺铁这个样子啊。我没有钩子了，好吧。那钩子这边箱子里面一大堆，可以自己拿，好不好？通通放在里面，通通放在里面。你想拿多少个就拿多少个。好，我们睡个觉，也许明天我们就会到那座大岛了，好不好？啊，睡觉睡觉睡觉。羊会叫哎、欸，羊会没。没得叫，咻咻咻咻咻，好了，睡宝宝，睡宝宝，出来喽，阿谦，呀呀呀呀，野人呐、啊，然后我再去开个这个引擎试试看好了啦，好不好？野人生存，我再去开个这个引擎试试看。我觉得最好方向盘啦，这里有写一个等于一百个，这是什么意思啊，阿谦？你要不要听听你弟在讲什么？这里有写一等于一百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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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两格，一格。等一下，这边怎么？等一下，多一格。怎么不对称了 ？OK，nice。接下来我们只要下去，然后把所有的铁矿都带走。好，可以了 ，Go。我可烂了，这里啥都没有啊。我们停在一个真的是非常之不好的地方。好，你种那一只好了，我来那个挖这些铁，差不多了，阿谦，我们可以上岸了，我们可以上岸了。今天讲求一个效率，上岸之后，我在想啦，我们可能就要往新的方向前进了，好不好？新的方向前进。这个岛上，方向盘呢？方向盘，对，我们要做啊，我们要做啊。好，那你东西就挖的差不多了吧？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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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看这边有没有铜啊？应该是都没有了，应该是都没有了。出发了，出发了，好不好？偶尔看到再说，偶尔看到再说，没看到就算了哈，好不好？往岸上前进，往岸上前进，冲啊！起锚，起锚，起锚！好多东西，好多木板，好多塑料，好多东西。OK，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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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出发，来，我们定一下位置，我们定一下位置之后就可以行动了。右上角，我们这样反而有接近。有吗？有。好，我们先拉开这个样子。好，我来烧点东西。我们今天要把那个东西给做好，把我们的船变成海盗船了，好不好？把它变成幽灵海盗船，好吗？我们今天只是漂浮在上面受难的人啊。我们现在终于 要成了。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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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有东西咬东西的声音在那里。Oh my god！ No！我之后想把家里就是扩建大一点点啊，也许找一个地方可以放仓库啊之类的。哦，这好缺东西啊，好缺啊！绳子四片有了，金属锭缺二，我怎么先烧了这个东西呢？碎片这里面一头拉苦。好，那这样子应该可以。我看一下下哦。笑什么？好笑！我要做黑暗料理给你吃，你死定了。好，我们是不是需要往右飘一点点啊？这样子一点点，好。OK OK OK。这样你就可以捞到很多座、哎呦喂啊！黑暗料理耶，开始做，好可怕 ！Oh my god！ 哎，你真的爱上做饭的，你知道吗？你真的是热爱做饭的孩子。好，
好，谁叫你要害我？我这么辛苦？有啊，又害你吗？三，好，这边先盖起来哈，左右对称，一二三 ，OK， 再来一二，好，不够了，好，先留一点，留点木板那个好了，留点木板烧烧东西，烧烧我们的那个锭，烧烧我们的铁矿，你铁矿你都可以给我啦，阿谦，没有铁矿啊，哇，你是讲认真的还是讲假的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没有铁矿啊，真的，好欠揍哦。哎，话说我们可以讲剪羊毛吗？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好不好？我有羊毛剪，有啊有。来喽，在哪里呀？哎，哦，它好像不是可以剪的那种呢。它只能装奶啦。对，它不是那种可以剪的那种呢。对啊，它没有毛。哇，它没有毛，是一个还没有。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毛都还没长齐，为什么越来越远了啊？我们不是应该往北方右上角前进啊？没电了啊！没电了，电池没电了啊！这个电池没电了可以做什么？先收起来好，再弄一颗电池装上去。真的呢？可是它没有直接消失，哎，它不像是头灯那样子直接消失不见。好，我们可能需要在海上航行一小段时间了，我先把那个做出来吧，没关系，我们先把那个做出来，慢慢慢慢航。我们之前没有那个，也是慢慢的航过去嘛，对不对？我先把电池做出来，这样子大家比较不会迷航在这里，觉得非常之恐怖。OK， 电池。不会，我很开心啊。有啦，我们电池已经撑了很久了。你仔细想想，我们电池撑多久啊？一颗，然后用了十几集。对啊。而且你看，你看这个啦，你在干嘛啦？看这里啦。对。喝水，员工累。为什么我们在一直远离啊？我们要去上面那里啊，二一三六。对，右上角那个啊。所以这个方向的确是正确的，没错哈，对不对？对，但是会很慢，很慢，很慢，很慢。有吗？慢慢的被吹走了。我们慢慢的被吹走了。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呢？重点呢是我们要把那个船啊，方向盘给做出来。有，我们的资源足够做我们的方向盘了。有了，有了，有了，这个是最后的一件事情了。阿谦，鲨鱼头给你，方向盘 got， 搞不好我们做出方向盘之后就可以那个了，看东南西北了啦。对对对对，它可以放在上面吗？它是，我不知道它操作原理是怎样哎、欸。你先看它多大啊？它就小小一个、啊。那都可以放吗？都可以放，随便放。放在那里放放看啊，它就小小一个，那我就放这里啊。好，就放这里，这样子。它可以转什么？它原理到底是什么？哎、欸，好像开车了，哎、欸、哎、欸，哦，不是，它有一个、欸、它有个管子撑下去了、欸。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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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欸，应该要放在同一边呢、欸。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要放在同一边，因为你放在屁股代表说。好好，那我放同一边，放同一边。你懂我的明白哈？我懂你的明白，这样子吧，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航向那个方位，这样子才是对的吧？这个样子的话，然后往左边转一点点。可是那个数值一直在增加啊，它是不是坏掉了啊？还是它是会动的？你说岛会动？哎、欸，我可以把它弄到正北方了。你怎么弄的？但是它距离有点远。你怎么弄到正北方的？啊，你看啊，我就把它调到最正确的位置就好了，就左转啊，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往那个方向开的感觉。哦哦，等一下，它有在动啦，有在动啊！我不看，不是啦，我看懂了。啊，这个啊，这个帆就不用管它，这个帆就是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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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往这个方向吹，这样子，欸、全力吹，全力吹这个方向。先用力吹，然后用方向盘决定它的方向，应该就可以了、嗯。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应该是要放在侧边的，让它同一个方向，这样才对。我知道了，我们睡个觉。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好好好，我睡个觉，睡个觉，睡个觉，睡个觉。起来，我们把它纠正完我们的船的航向之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这集了。有了，有了，出来，出来，出来。哎、欸，我走这边，你自己关起来。好好，你走那边。我去蛋，所以这个。我们必须把它给拔起来，它必须一定要放在侧边，这样才是正确的，你懂吗？
这样才是正确。那你排除了好多东西哦。没关系，没关系。这边我还是可以往前放置后木板 ，OK， 然后让它往这个方向拨。我们的船一直在右转呢，好恐怖哦！对，我们的船怎么了？你要把方向盘转正呢，你转完弯之后要转回来。我上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哦，转完方向还要再转回来，是不是？走啊！你开车的时候没有转弯的时候也要直走啊！哦，对耶，对耶，对耶！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好酷！它偏右哦，偏右哦。等一下，等一下，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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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现在是正了，现在是正了。转回来，对对对对对对，转回来，转回来，改变方向而已啊、哦。啊哈，然后我们这个拨水的方向对对吧？这个水往前拨，没错没错，这个水往下拨，就很像是我们在拿我们的船桨往前拨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方向正确。碎啦，完成了！我看一下那个，我看一下那个数值有没有快速的减少，有的话就代表完全正确。七三七二，有了，我们会开船了，海盗船。Alright， 今天的 rap 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开始进入了汽船时代，好不好？欸，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 rap 木筏生存，汽船生存。欸，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让我知道。我们下一节见喽 ，See you guys， 拜拜。Bye.